肺癌的种类与区别不同，治疗方式也不同。小细胞癌早期、手术、术后化疗、局限期、化疗加放疗、扩散期、化疗为主，有时加做放疗。大细胞癌、鳞状细胞癌、腺癌第一期手术，肿瘤大于4公分，加做术后化疗。第二期手术加术后化疗。第三期先手术加术后化疗，化疗加放疗，先化疗加手术加可能加术后化疗放疗。第四期腺癌有 EGFR 基因突变或 ALK 基因者，用标靶药物；没有基因突变者，用化疗。鳞状细胞癌、其他非小细胞癌化疗。